一个月可以挣9万美金。大家好，Orit，今天再来分析一个 YouTube 赚钱的频道。这个频道名字呢叫 Flipbook 啊。那么这看英文意思嘛 ，Flip 翻的意思 ，Book 书的意思。那 Book 嘛，等于是一个押韵的意思啊。后面我可以看到这个很简单，也就是一些我们小时候玩的这种黑白画，然后写在画在一本书里面，然后翻这本书形成一个动画。可以看一下这一个，我找一个视频看一下吧。那它呢全是短视频，没有长视频，全做 Shorts。Shorts 流量来的非常大，那么看一下这个视频吧。可以看到，他都利用一些非常有名的一些舞曲，还有西方有名的一个舞蹈，然后呢，就是说跳舞，基本上都是跳舞的视频啊，美女跳舞。可以看到回到他主页，基本上都跳舞啊。这是一个男孩子跳舞是吧？其他基本上都是女孩跳舞为主啊，美女跳舞也是做短视频上一个比较流行的一个项目啊，很多人都在做这些东西。那他呢做了一种形式，就是翻书页，通过翻书页黑白的，尽管是黑白的，那翻书产生一个动画，那么让人比较惊叹，每一页好像都是人画出来似的。当然他那上面有标号了，128页、162页什么之类的多少页，那我感觉到应该可能还是用 AI 生成的。如果要人画不得了了，那一下画几百幅画，每幅画的变化幅度非常小。要能画出来以后，然后再展示出来，那是比较难的了。你看看它的播放量吧，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播放量。这我刚刚从小到大播的是吧？这最少的，这边是少的。看热门，看热门的啊。他看这个播放量，哦，1000万，1000多万，700多万，看到没有？最少的也有几十万了。最少的看1点几万，这最少的一个1万，最少的1.1万。一般来讲，前面都一看第一行吧，都是几百万的，1000多万。700多万，700多万，5000多万，5000多万啊！我们看它赚钱趋势如何？好，到这里面分析一下子。那这个频道呢，2022年6月5号，哎呦，到今天正好2年，正好2年，今天是6月5号，两年的话，它只上传了50个视频，视频并不多。照理说，它订阅者呢有20万。我们看它挣钱，这里可以看到，一个月可以挣9万美金，一个月9万啊。很不错的，它的趋势呢？看一下子啊，好，它以前并不咋地啊，看到以前都是基本上处于这个零这边，突然在2024年，今年2月份开始爆发的，也就短短的，也就是2月份到6月份，也就是4个月，那4个月一下起来了，起来以后呢，流量不得了，一下能到9万美金，这可以的。那么可以看到，这也是一种趋势啊，它这还有。这个 Pokemon 的游戏里的一个主角一起跳舞，那这个也是一个可能韩国的一个，看韩语，韩国的一个什么跳舞，就是说收集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歌曲和舞蹈融合在一起，然后结合这个动画，全只要黑白就够了，黑白素描画都能形成啊。你看它还有其他的 Lady Gaga， 你看了 Poke Face Lady Gaga 也有，你看都是这些，视频不多，就40个啊。这里有韩国，哎，韩国的不少啊。韩国的不少，还是频道是韩国人做的还是什么？他写了 AI 加上什么 CG， source 多少？ source 哪里的？对，他也是用 AI 做的。AI CG 是应该是一个动画，对，一个动画，就 AI 生成就可以了，都是可以做出来的。也就他倒不是很勤奋，也就做了50个视频，但是呢，这个收入还是不错的。嗯，好，今天又给大家一个启发，给大家一个思路，看一下一种新的赚钱模式。感谢收看，下期再见。